非洲那边小国家，需求量很大。是的。那这个像他们非洲那边用什么语言呢？英文呢？不是英文吧？英文，也是英文呢。对。哦，英文通用的，印度呢？印度呢？它有印度语。英文也用英文呢。啊，真是，英文比我们中文用的普遍多了。我以为印度文有印度文。英文比较通用。